说到说，比如说接地气或对读者有意义这件事情，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。就是比如说，我有时候看一些很受好评的小说，那我就会觉得说，觉得良好的小说的阅读的经验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出国的时候，我带了刚好是村上春树的一本小说，然后就是在飞机上我就把书打开这样子，然后系上安全带，然后他就飞机就起飞了。然后等到我把第一册看完的时候，飞机已经在高空上面。那我就觉得说，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强烈的一种读小说的一个隐喻，就是它应该要带你起飞，然后到达到一个地方。那我说的有一些可能很受好评的一些很炫技的小说，就是他觉得小说写作是一个什么东西的那种，我就会觉得说，可能他是一个机长，然后他开着这台飞机在做特技啊，在轨道上就是挂国链或者是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可是始终没有起飞，我们绕了一大圈，然后又回到原来的机场。那我会希望说，小说就是很好的小说，它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特色就是那个起飞的那个瞬间。